州必须要吃兰州的牛肉拉面，面筋道吧，汤也好喝，汤头清，萝卜白，辣油红，蒜苗绿，层次鲜明的牛肉拉面是兰州带给人们舌尖上的城市记忆，这样的市井小吃开始勾搭互联网加。你好，先生，你的快递。不用出门，拉面送到家，手工面条快煮三分钟，倒入牛肉原汤，必备佐料汤鲜肉烂，必美现点现做。像我们宅在家里人不爱出门的话，就是从快递上买了一份过来先尝试一下，挺不错的。只要动动手指，就算人在千里外也有一碗牛肉面。没有实体店，光靠线上销售，一年半来卖出20万包，年营收破人民币500万，点击量有15万次。他叫邓玉博，是道地的兰州人。2014年底辞去大学教师工作，顶着计算机博士光环，跨行卖起牛肉面，当然要颠覆传统思维。大冬天的这么冷，好，谢谢谢谢。拍摄微电影大打温馨牌，感动一票网友，更少不了用微博、微信经营粉丝。就像苹果手机一样，对它即便会有很多瑕疵在一些方面，但是用户还是会去觉得我就是爱你，没有办法。实际上，我觉得未来一定是品牌之争嘛。把拉面用户一网打尽，也扭转人生新方向。记者李宗旺、杨奇浩，兰州采访报道。